花莲县体育会晚间在国服棒垒球场举行了111年花莲国服运动园区夜间软式慢垒联谊赛的开幕典礼。来自花莲各机关及公司行号组成代表队有15队来参加，以球会友。运动员们展开赛事，为自己的队伍争取亮丽成绩。开幕典礼当中，县长徐正伟邀请县议员林宗坤、地方时代李秋旺、体育会理事长汪景德以及立法委傅昆萁服务处主任蔡瑞章等人，共同为赛事开球。凡讯接到开球的10名慢垒选手，可以获得红包奖金。只见县长奋力一挥，伴随着响亮的打击声，每一球打的是强劲又有力，选手们更纷纷抢着接捕，希望在开球仪式当中接到球，为后续比赛带来好彩头。现场欢声以及加油声在运动场上回响不断，气氛热络。可以大口呼吸，祝福大家打得开心，打得愉快，然后全家都开开心心在球场陪伴大家，感谢。现在徐正伟欢迎各界好手齐聚一堂来计量球技，在挥洒汗水的时候也彼此热络交流情感。他期勉选手们未来能够持续保持好运动习惯，多出外走动，让身心能够保健康，维持强健的体魄，才能够为家庭事业打拼，成为每个家庭的坚实后盾。花莲县体育理事长汪景德表示，花莲县近年来推广夜间运动，让乡亲在放学后或是下班之后还能够持续保持运动的好习惯。慢垒联赛分为2组进行比赛，包括长青组和健康组，赛事期间为6周进行联赛，让每位上班族能够在凉爽的夜间充分的展现自我。记者希望华视报道。